仔哥，不要再拍我了，不要再拍我了。抱歉了 ，Tolo。狗仔哥哥龟刚哎啦，一心只爱你一人。可惜 Tolo 好像心有所属，眼里没有别人。他要价212万起跳的 Range Rover 休旅车，违停在远东搜狗台北后面行来的行人专用道，苦苦守候的那个女人，只有长发妹子。哎，换个角度，揭开长发妹的庐山真面目，是个漂亮的小姑娘来着。难怪 Tolo 本日不走邋遢阿朱西路线，这曾经贵为偶像男团费洛蒙 Energy 的颜值担当 ，Tolo 的型男魅力还是有所保留的。哎呦，头哥啊，戴眼镜啊！不止换上隐形眼镜 ，OTD 解说时间是大豆，宽松白色上衣搭配宽版西装外套，下半身则是破洞牛仔裤，长发梳的整整齐齐，顺便扎个利落干净的马尾，头上反戴白色棒球裤，用心打扮超过100分。为了寻觅好的归宿，恋爱 tempo 的掌握很重要。哎，有没有听过慢慢来比较快啊？别怀疑，画面绝对没有经过 slow motion 处理。Tolo 化身超安全驾驶，时速约莫只有40到50公里，一路龟速前进，趁机拉长彼此温存的时光，好会哦。心情很好的 Tolo 话匣子一开也是没完没了，只是整台车烟雾弥漫，让人家在车内吸二手烟。阿尼甘后时间会冲淡很多东西。就这样，他们慢慢往淡水的方向移动，最后来到捷运红树林站对面的某个建案前。 Tolo 摇下车窗，打开车库大门，双双对对送入洞房。哎，不是啦，一起回家。别忘了我包很重，我包超重到所有跟我交往女生都说，见过父母才叫女朋友。娱乐动新闻，所以见过父母了吗？报道。